一个平 A 死两个，这忙都来不及。别看我这波这么屌，前期可是梦幻开局，卡特被对面吸血鬼单杀七次，直接退游戏。一级团打了两波架，3-6的开局，队友从头到尾被对面各种强杀。两级，红开来反蓝，打完了，蛤蟆看一下，刚好打一半。瞎子虽然比我多一把长剑，但他还是打不过我，帮他把没打完的蛤蟆打一下吧。这里中单在单挑，赶紧过来。卡特打不过吸血鬼 ，E 不到他 ，W 戳下 ，E A 带走，700块。我第二个狼刷新了，瞎子可能会来偷，过来看一下。果然，闪狼跟 E， 调飞 JW 摸眼跑了，追。我一好他就死了 ，EA 带走。第一剑幽默成型，吸血鬼在吃塔皮啊，不把我放眼里，直接一上去，挑飞再接 W，W 了 ，AE 拿下450。这边卡特在被瞎子追杀，过来支援，看到我就跑。提莫也来了，瞎子有大的。即将开始，先杀提莫吧。好 ，EGAQR， 挑飞带走，再追盲仔 ，W 空了，那就上了。圣龙再来抓一下下路，看到我了 ，W， 等他用 E， 一根上，450块，挑飞 GW， 这瓶又是450。第二件书记者出来，卡特又被单杀了。幽梦开起来，看到我跑来不及了，闪现跟上，一枪，两枪，这里被提莫各种单杀的亚索，标记被各种单杀的卡特，然后卡特受不了，打了个拜拜就退游戏了。那我只能含泪吃50层塔皮。这里亚索又被提莫单杀了，虽然我一分钟一个头，但队友死的比我杀的快。就在我吃中路一塔的时候，下路又被强杀了。第三件暗爪出来，先打个红，再吃个六级吸血鬼，懵逼了吧？15分01秒，垂死必杀，队友投降，就我一个点火的，但我还是想带他们赢。一上去一枪带走，吸血鬼又来找我加 AD 麻烦了。EGAQ， 算你 W 的快，让你多活了2秒。瞎子提莫，两个人就想杀我。W 车响，一上去一枪带走。时光老头也是一枪，现在捅谁都是一枪。一接，一上去一枪带走。吸血鬼，等他 W 结束，一枪。第四件贪欲出来，瞎子见面就踢我，一个 W 追，好、哦、被减速了，那就算了。我们这边29个头。有28个头跟我有关，吸血鬼，他能放出 W 吗？放不出来，被致盲了，那就跑路。6神成型，鞋子都换绿叉了，他们跑不掉的。W 戳一下，没戳到提莫，可惜了。瞎子，一枪，完全在1打5，队友都看不到，连塔都被我秒了。来数我了，展出 GPQ， 先上吸血鬼。提莫有致盲有点烦，等我下手技能。W 短了 ，E 上去，又是致盲，太恶心了！啊，好刺激啊！赶紧一点冰回点血，总算见到队友了，没有小兵给我回血。但我还是想上，哈哈哈！兄弟们，对于新版幽默穿甲造型，你们有什么感想？评论区留言。谁管我谁死？永恩残了，先杀永恩，瞬秒。火男也来了，我们等个E技能。E 好了，回头杀 AD， 这不1打5吗？今天版本大更新，神话装移除，
聚酒无尽，暴击留招心，有没有搞头？我们来试一下，图文带这个，这盘是定位赛啊。新赛季第一天，前面正常反野，这个时候螳螂没来打红，就应该照打六七。我来看一下，刚打完 W 起手，他交易我们就跟E，他不交我们也不交，反正他单挑打不过我们。也再帮他把红输一下，这边上楼打的也很凶，过来抓一下，留着E啊，等他交响了再跟E。不交，更新下装备，来抓个下路。查理应该有野，但是晚了，走不掉了。先找卡莎，交闪了，我那也交闪了，不影响。第一件收集者出来，这边大虫子打不过格温，十级的格温，我八级招信。哇，这看着好猛啊，这格温。不过他单不过我，哇，真刺激。第二件还要出来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螳螂，他想过来打龙，阴一手。当然很可观啊，一枪两枪三枪四枪，再去把小龙拿一下，果然是活着的，他会不会来管我呢？来了，我没有意境了，躲他个 Q 吧先，躲掉了，躲掉就是，再回头打小龙。他在蓝海在吗？不在，打蛤蟆吧那就。螳螂，哇，这伤害好炸，有没有？第三件巨酒出来，可以重置平 A， 先上螳螂吧，果然有 Q， 这把卡杀，这连招很顺畅，追火难，他走不掉的，我一好他就死，一接 AQ， A 跳飞，这边永恩趁机吃我二塔，有种别跑啊小伙子，有没有果实啊？闪现，差点被跑，顺路来找下格温。等级跟我一样，不是我对手，随便杀。无尽出来，六神成型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威力。先杀螳螂吧，格温这个 W 太狠了，他差不多也是六神，不过打不过。再是 EQ， 哥，我的五杀。一发 W， 太好了！这是今天的战绩，五把定位，四胜一负。你们觉得巨酒无尽招信有没有搞头？有想让我打定位的，也可以私信我。